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座屋顶秋千，才启用了10多天，就吸引了大批喜爱寻求刺激的年轻人前来尝鲜。100米的高空荡秋千是种怎样的体验呢？你会紧紧抓住两边的保护栏杆，害怕的不敢睁开双眼吗？还是像这两个大胆的年轻人一样，张开双臂，一边感受高空微风轻抚，一边拥抱湛蓝天空？近日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著名建筑阿姆塔的22楼观景平台上，建成一个新的游乐项目——屋顶秋千。这个号称欧洲最高的秋千，共设有4个座位，因其极佳的地理位置，乘坐者可以360度俯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风貌和港口，每天都有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。Yeah, I expected to be a little bit afraid because I'm a bit scared of heights. So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a bit scary, and afterwards I started to enjoy it. Yeah. 坐上秋千，系好安全带，慢慢升空。只要你够胆量，也能体会一番在云端荡秋千的奇妙感受。东方卫视编辑报道。